啥玩意儿？哎，你别打开，会爆炸的，我自己。俺的嘞，俺给鬼子准备的，俺的。啥呀？不知道。那是俺的爸爸。行啊，李小子。说早起来，俺摸的是啥肉？去！哎呦，高桥队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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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桥队长，你不能撤，我可以把这里的雷全部排光。你一个人把这所有的，把所有的雷都排光，那叫什么时候？锦城的粮食早就被抢起来了。排雷，排雷！是，高桥队长，高桥队长。哎，严谨严谨，走。
枪吧！儿子，出去给我打！山顶，快点！兄弟们，给我冲！冲进！